在1941年的12月到1945年的8月在太平洋战争期间，美国的总统罗斯福、英国的首相丘吉尔、中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苏联的领袖斯大林，他们曾经举行多次的高峰会议来共同商讨对付轴心国的作战事宜。但是在这么多次的高峰会议当中，斯大林和蒋介石从来未同时出席过。在这些高峰会议当中，影响日本最深刻的就是在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所举行的会议。会议之中决定苏联在德国战败3个月之后就会向日本宣战，但这个协定避而不宣，日本被完全蒙蔽在鼓里。当时日本和苏联所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仍然是生效的，所以日本一直以为苏联会保持中立，甚至在必要时可以作为日本和同盟国之间的调停人。当时日本最关注的就是在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、英国以及中国共同签署的波茨坦公告。波茨坦公告就是在1945年7月举行三巨头高峰会议之后的联合公告来的。波茨坦就是德国柏林近郊的一个小镇来，当时出席会议的就有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、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苏联领袖斯大林。因为当时意大利以及德国已经先后宣告投降了，所以当时他们集中讨论的就是怎样早日迫使日本投降的。有两点需要注意的，第一点就是因为英国的丘吉尔在国内的大选中落败，所以在会议后期就改由艾德丽首相来取代他的位置。第二就是开会的就是美国、英国以及苏联的三巨头，但是签署联合发表的就改由中国来取代了苏联。波茨坦公告一共有13条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，军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，发动战争的战犯必须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，日本本土由同盟国占领，将台湾琉球归还中国，以及从所有占领地撤出等等。以上这些要求对于极要面子的日本人来讲实在是难以接受的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崇尚宁死不降的日本军人来讲，他们觉得这样是绝大的侮辱来，所以他们宁愿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亦绝对不肯是投降的。但是当时日本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了，经过美国军机的连番轰炸之后，日本很多地方都变成焦土废墟了，而且盟军已经准备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，日本亡国灭种的威胁已经迫在眼前了。虽然美国先后在广岛长崎投下了2枚原子弹，但是在8月14日召开的御前会议，
日本是戰是和呢仍然是舉棋不定的。主和大臣認為只要能夠保持天皇體制呢就可以無條件投降，但是主戰的大臣呢認為若果能夠本土作戰，既可以保存民族尊嚴，同時亦好可能啊能夠起死回生，扭轉敗局的。最後日本天皇呢發表了他的意見，他認為除了投降別無他選，否則的若果在日本本土作戰，那日本全國很可能變成一片焦土，萬劫不復，以後很難再有復興之望了。裕仁天皇一錘定音，日本在1945年的8月15日宣布接受波士坦公告，向盟軍無條件投降的。